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来玩的是想成为影子实力者 Master of Garden 啦。那么今天要来抽的角色呢，是我们的夏木老师啦。那他在 Shadow Garden 的代号是贝塔啦。那今天是要来抽他啦，而且个人还蛮喜欢的，因为蛮好看的。第一个试抽。那这次的角色呢，我其实是蛮建议如果有玩黄色属性的人抽啦。主要呢是他的技能呢是对黄色属性还蛮有帮助的。首先是他的第一技能啦，就是能够加给黄色属性的同伴攻击力，还有就是持续回复的效果啦。然后第二技能呢也是挺棒的，就是降对方的攻击力，然后给对方中毒。第二个死丑了，第一个死丑爆死了。给对方中毒之外呢，如果对方是青色属性的对手的话呢，还会再降更多的攻击力啦。然后最后他的被动呢是，哇，又爆死了。最后他的被动呢是加给防御力最高的恢复量增加啦。然后他的必杀呢就是单纯的恢复外加持续恢复啦。主要这个角色会强是因为他的技能呢，因为他的技能可以给黄色的队友更强的，就是更强的输出之外，还可以更强的生存率啦，因为降对方的攻击力嘛，还给对方中毒，这个还蛮棒的。只是感觉我这次三十抽好像一下子就没了耶，完蛋，真的没了。哇，不是吧，十抽爆死只有一斤，二十抽甚至好像有三斤吧，但是也是一样没有彩。拜托转个彩，转个彩，给个机会呀、啊、哭啊。这次的结论是爆死啦。不过我是建议有玩黄色队伍的人呢去抽啦，因为还蛮适合的。然后这次的保底呢有送他的武器啦，不是送啦，就是你抽，如果像我抽三个抽嘛，就可以换他的武器啦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订阅跟分享，对我是 B 站的话点个三连关注，我是阿伦哦，下面再见哦，拜拜。